哇，真的很像在开车。我要到站哦，可以知道吗？可以啊，看看。为什么没声音？那是假的啊！如果真的有声音，火车是不是会开出去？好，来威奇转过来一下，捏一下，威奇，好，好，好，哥哥弟弟有人排队了哦，再我们再玩一分钟，好不好？好，再玩一下就换别人了。再玩一分钟，你刚的按钮按一按，我们已经开了好久。好。你想是不是想再上去坐一次？来，哥哥换你坐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哇，威奇好。那我们到下一个地方，应该还有其他地方。那好像跟到那边可以看。对，看模型。